有看看这个频道观众都知道我是文化忠实 fans 来的了。今次呢就多谢酒店开绿灯，让我有幸可以见识到文化厅新装修完之后的厨房，还可以跟总厨黄永强黄师傅倾了阵计。事不宜迟，由门口讲起，带大家走一圈装修完之后的文化厅。今次大翻新是将整个25楼的全层都脱胎换骨了，由电梯大堂开始，不论是顶这个背光的方形天花，定是用这一款很深水的蓝色做主调，配以香槟金做衬托的组合，是一路延伸到入去文化厅的里面。不要说是文化厅这间这么传统的中菜厅，就算是宏观来讲，香港这么多翻单零餐厅，好像暂时都没有见过哪间是用这一款这样的蓝色作为主调，一个这么大胆的设计。装修和以前的风格是完全不同了。但我拿回之前在文化厅拍的片给大家看看，你就明白了。为什么是不是觉得格调是翻天覆地这么大呢？我觉得以前的这一款桃红色的主调配木系的雕花装饰，和一个金色的灯笼仔，是很有那些在外国人眼中的中国色彩。我咁举个例子，你就明噶啦。你睇下007 Skyfall 嗰集，咁 James Bond 佢去澳门啊，系坐龙船赌博嘅，跟住有满天灯笼啦，又有莲花灯喺上面浮下浮下咁嘅款。咁之前嘅文化厅咧就差唔多都系咁嘅款噶啦，系古色古香嘅灯笼造型嘅吊灯，仲有红木台凳啦，桃红色嘅台布啦，仲有个金漆黑屏风，同埋喺窗外望到呢个咁繁华咁现代景色相比咧，系有一个好大嘅反差嘅。咁依家文化厅嘅骤眼望落就其实唔系好似一个中菜厅嘅格调啊，佢个主色变咗呢一种，我特登问咗职员嘅，叫 Royal Blue 嘅蓝色，同埋一个好轻微嘅香槟金色嘅台布做主调。嗱，虽然佢骤眼望落系咁西化啦，其实有好多中式嘅元素融入喺细节之中噶啦，例如呢啲好精致嘅刺绣面板啦，仲有啲挂画，佢系油画嘅质地，带有一个中国画嘅题材同构图嚟嘅。同埋呢几盏好抢眼，好似西式嘅设计，但个丝绸灯罩咧又好似古时嗰啲华盖咁样嘅灯啊。嗱，灯笼呢个 idea 算系保留翻嘅，就留翻啲熟悉嘅感觉，不过就冇咗嗰一条条丝抌落嚟咁样。咁喺视野方面咧就开扬咗。之前嘅木框咧，早已将维港景装裱成一幅画咁嘅款。哇，我好中意呢个意念啊，系劲有意境嘅。依家咧就拆咗个框啦。就算啲台个摆位好似同以前系差唔多啦，但观感上同窗外景色嘅距离系拉近咗唔少嘅。依家嘅文化厅用餐位置比之前我谂大咗有一半以上啊。擴張咗個位置就並入咗以前 M bar 嘅空間，所以設計咧就係將文化廳分咗做兩種嘅用餐節奏啊，一邊就好似以前咁樣啦，就係坐大廳嘅熱鬧嘅，另一邊咧就多一啲 partition。咁雖然佢哋冇話間開一間間密閉空間嘅包廂啦，但又有一個足夠嘅用餐私隱度，好似有個屬於自己嘅角落咁樣，而又唔使有個侍應要長住包廂裡面，令食餐便飯都好似太隆重咁嘅款啊。所以今次係好一個好大刀闊斧咁嘅改動。我呢啲自問口味比較古舊啲嘅人咧，喺未嚟之前就咁睇相嘅話，仲以為自己會比較留戀舊式嗰種好古色古香嘅設計。嚟到之後坐下坐下，就慢慢覺得新嘅設計好似更加啱我心水。好啦，咁啊文化廳嘅裝修報告睇住咁多先啦，依家嚟睇下食物出品先。豆泡先嚟试下呢一份锅渣，系黄师傅嘅一份拿手菜啊！望落就系咁其貌不扬噶啦，但佢系足以可以体验到师傅承继住粗菜精造呢个精神嘅一份古老手工菜。之前有喺文化厅食过呢度嘅海胆锅渣啦，一试难忘。今次系一款变奏啊，就系、是、一个松茸锅渣。有幸喺之后参观厨房嗰时咧，同师傅倾偈提起呢道餸啦。咁黄师傅一时兴起，就简单示范咗一次锅渣呢一样濒临失传嘅味道系点样整出嚟嘅。咁锅渣如果追源溯本咧，佢系源自于清末年间嘅食神阿江太史，启发佢哋嘅家厨改良咗嘅一款原型系取自佢喺北京见到嘅街头小食。咁最原始嘅食谱就系用鸡蛋啦、鸡子啦、高汤啦做馅。
咁雞子咧，老實講就唔係個個啱食嘅，所以黃師傅就調節咗之後咧，就用一個海膽嚟取代雞子。依家咧就用日本嘅松茸嚟取代雞子啦，混合埋蛋黃啊、粟米粉啊、濃湯啊咁樣。咁啊，鮮蛤渣再喺呢啲煲仔爐嗰度煮佢十幾分鐘，全程都要細火不停喺度攪攪攪，好黐手嘅一道餸嚟嘅。一停咧就黐底嘅啦，一黐底就有咁多味，咁都可以重新嚟過噶啦。个成品咧系要煮到佢系呈一个似高糊状咁样嘅浓浆，然后就倒佢落去个托盘度，雪到佢成为一个啫喱状，再裁成大小一致嘅呢个菱形，之后就落镬炸噶啦。因为佢含水量好高啦，所以油温要控制得好好，温度一过高嘅话，炸出嚟可能会太过深色，甚至会溶埋添，好考功夫嘅。你可以先试一半系就咁食。感受一下嗰一款，外层系轻轻薄脆，内里咧软滑无比个质感。佢难得之处在于佢系成嚿都咁入口即化嘅，唔会话忽然间入面有一嚿系凝结成块咁嘅质感。然后嗰一半你可以加少少砂糖咁去食。咁我自己系中意一个饮足糖嘅版本啊，嗱，唔知你哋又中意点食法呢？文化厅嘅点心出品一向高质噶啦，今条片内容太丰富啊，所以我尝试略过咗几件嗰啲虾饺啊、粉果啊同埋天鹅酥呢啲，唔讲咁详细啦。如果对点心好有兴趣嘅观众咧，可以睇依家右上角弹出嚟嘅链接，就睇我上年拍嗰条文化厅嘅片咧，就主力系食点心嘅。但有样嘢我想讲咧，就系上年嗰次拍片嗰次食嗰个天鹅酥咧，我就话一啖咬落去嗰时，嗰条鹅颈啊就断埋喺入面，而条鹅颈系超级硬，好难嚼嘅，系会影响到嗰个酥嘅口感嘅。谁不知点知黄师傅咧系有睇我条片嘅，咁佢睇完之后就觉得就系话，哎呀真系谂漏咗呢一点，所以佢依家用另一种食材嚟整条鹅颈，而依家嘅天鹅酥咧系可以连埋条颈成件就咁食噶啦。啲馅入面咧就有埋鹅肝混合埋一个棉花甜香嘅紫薯，我觉得比之前嘅版本食落系更加香口啊！咁跟住呢一度咧又系黐线嘅，估唔到会一个咁翻单宁嘅地方见到鸭脚包呢一款咁怀旧风味嘅手工菜啊！但我上菜方式咧就精致优雅得多啦。另一个最传统嘅做法咧就系将一个腌过嘅鸭肝同埋腊肉让入去鸭脚当中，再用鸭肠包住佢蒸熟。就算是将一些卖不到什么好价钱的下难材料物尽其用的一个好例子。但因为工序繁复又卖不得贵，所以今时今日这个世代已经是很难容得落这一款这样的产物了。它的罕有程度是去到，我想即使你是去绿雨茶室或者说莲香楼这些几十年如一日的老字号，都不知道有没有得供应。而文化厅鸭脚包就包住了有叉烧啦，有炸芋头啦，有腌过的鸡润，另外就有烧腩同埋润肠，然后再用鸭掌同鸭肠嚟定型，系炸得好好嘅。你见到个结构好实正，唔系散收收嘅款，同埋佢啲材料见唔见到横截面啊，系切到好均匀嘅。咁好处在于佢能够受热可以均匀啲，个膨胀度可以一致啲，个制成品出嚟咧就唔会变形啦。而成道菜嘅难度其实系在于个火候控制嘅。你几款唔同嘅食材卷住佢一齐去烧，咁啲肉烧耐咗系会硬噶嘛，个润烧耐咗系会粉会起渣噶嘛，所以都唔知啲师傅究竟试咗几多次先总结出依家嘅呢个版本。好似我哋个鸭脚包咁，城中都有人卖嘅，咁但系我点解都卖会卖得比人多咧？就我哋会细致到嘅，将佢所有手指骨咧系挑晒佢嘅，所以食唔到系好方便食得，就唔会有骨嘅。其实每位同事都有负责掹脚趾。因为其实好耗费人力嘅一个工作，系啊，因为你系要我同你讲系一个好似微创咁样，即系鸭脚系好细嘅，咁你点样掹啲骨出嚟咧？就要即系搵把刀仔慢慢戒啊，慢慢逐只掹出嚟。同埋我哋都有个进化，即系初初嘅时候咧，做鸭脚包嘅时候咧，就系得呢个炸芋头啦、烧腩啊、叉烧啊同埋鸡润，就喺度鸭肠包住佢。但因为我哋起咗骨之后，发觉如果净系用呢种材料咧，佢變咗細只咗好多，就唔係咁好睇，所以我加咗潤腸落去，就變翻還原翻去，好似有腳趾嘅時候，有腳趾骨嘅時候咁嘅大細啦。咁個味道就唔使多講噶啦，你又潤腸，又燒腩，又炸芋，又叉燒添，要油潤有油潤，要甘香有甘香，外層嘅嗰個鴨腸嘅質感咧係爽脆嘅，又有炸芋嗰啲香香地、粉粉地個質感咁樣。几样食材炸埋一齐，好似金钱鸡咁样，虽然食落几溜啦，但阵味系好夹嘅。呢个工序咁繁复嘅菜式咧，其实系要提前预订先有嘅。
而中間嗰幾粒係一個浸咗桂花糖水嘅冬瓜粒，食落就酸酸甜甜咁嘅款啦。我嚟喺食完呢一啲比較濃味啲嘅菜式之後，就清一清個口腔。個口感係好獨特嘅，嗱，佢係脆口，但又唔係話酸到成粒冰咁嘅款。呢一碗是艇王海鮮魚湯，你望落就是一碗普通的奶白色的湯咁樣啦。咁中湯咧，好多時都係咁嘅，佢係暗藏玄機嘅。其實就係將東星斑、白胡椒，跟住加啲姜，用猛火去煲。嗱，粵菜嘅魚湯就係咁噶啦，唔使咩花巧嘢，唔需要話整色整水咁款，反而會模糊咗最核心嘅一個魚鮮味啊。湯汁係奶滑嘅，醇香濃厚，帶子爽甜。你加啲香味濃郁嘅糖芹粒落去咧，飲起嚟又係另一番滋味。呢一份係金湯原件白花膠，嗱呢道餸咧一次過滿足曬海味嘅 fans 同埋燉湯 fans 嘅訴求啊！咁先嚟講下煮個白花膠先啦。嗱，初頭以為呢度係兩片花膠捲起咗啦，準備落刀嗰下先發覺，其實係一大片。如果攤長佢嘅話咧，個碟仲要唔夠位裝添。咁白花膠我好難形容啊！你食過就明佢質感係有幾細膩噶啦。嗱，佢唔係單純嘅膠質豐盈，食落黏口咁樣，佢咧仲帶有少少嘅軟糯，嚼落係微微煙韌嘅口感。咁佢比一般嘅花膠係薄身啲嘅，處理起嚟咧係需要特別鏡石添。烹調方面最難就係因為佢個質地係嬌嫩啊，好容易燜嘅時候咧就會爛咗。咁佢個其實白花膠嘅件係比普通啲花膠薄身喎，咁點解咧？其實佢薄身得嚟嘅，薄身呢個白花膠個質地係咁樣嘅，係咁，冇個 size 係咁，係好少話大隻嘅。咁亦都係話佢喺花膠之中咧，佢藥料最好嘅。尤其是如果屋企好多時點解話有啲家庭主婦話，唔好話白花膠啊，處理花膠都會話會卸身會成嘅。我師傅我依足你個辦法去做個程序做喎，因為好多嘅事咧就係搽啲 cream 啊或者指甲油啊。咁你接觸個花膠嘅時候溶解咗落去咧，就會導致啲花膠會卸身啊！咁花膠係主角啦，但個金湯都飲過翻尋味嘅。上湯離不開都係有老雞啊、豬手啊、赤肉啊等等，就熬到佢水乳交融嘅狀態，個質感飲落咧就好滑身嘅啦。咁師傅就話佢另外再將啲花膠嘅頭頭尾尾都放埋落一齊煲，但就會減咗啲豬手嘅份量，所以飲出嚟嘅成品咧就係佢少咗啲脂肪，但又加咗啲膠質咁款，飲落仲係微微黏口嘅添。呢一份係津絲乾碧鮮蟹鉗，咁乾碧呢個煮法咧又係已經好少聽到噶啦，即係佢係煮到收乾曬水，所以食落咧係香口而唔係糊口嘅。咁陣間望下下低嗰個粉絲你就明噶啦。依家先睇下呢一隻成隻雞髀咁嘅蟹鉗先，其實都唔使點苦兒態啊，佢咁樣上菜法就係預咗你係成隻拎起佢就咁似。嗱，呢啲食落系嗰啲最原始、最开心、最细路仔嗰啲食到好嘢嗰种幸福感觉嚟嘅。我哋系斯臣嘅，咁而家我哋用嘅系越南蟹嘅。有时譬如越南蟹唔靓，我用斯里兰卡或者澳洲嚟嘅蟹啊都有嘅吓。但系边只蟹嗰段时间边只蟹系呢个符合我哋嘅要求嘅标准啊？亦都系话可能只蟹喺只只都可能我哋选用斤半重一只蟹嘅。咦，咁咪冇错冇错嗰成咯。但系啲蟹有时咧，我要水蟹啊。咁剥出嚟嘅时候咧，可能个只钳咧。就收縮得好犀利，咁又唔可以上台，因為可能你今日食完只話雞髀咁大隻啊，聽日變咗只鵪鶉髀咁大隻嘅，咁你都會投訴我噶嘛？或者甚至乎係兩隻蟹嘅比例係唔啱嘅，一隻可能係大隻啲剝出嚟，一隻係細隻啲咁未定嘅。嗱，師傅又話將嗰啲煮蟹嘅嗰啲水啊流嚟煮埋啲粉絲，咁啊再插埋啲蟹肉落去一齊煮到佢收乾曬水，所以夾起嚟你見到佢係一絲絲嘅，而唔係一餅餅咁樣嘅。啲粉絲就係幼滑入味而唔油膩。呢度望落咁精緻嘅一道餸，其實係一個鮮茄煎紅三魚啊！一道明明係好家常便飯嘅風格，但就好法國菜咁嘅擺盤。上台之後再淋啲茄汁嚟增添個儀式感先。咁紅三魚就好多骨噶嘛，嗱呢度佢係去曬所有，連細骨都清走埋噶啦，可以直接就咁啖啖肉，咁撈埋嗰少少，我諗應該係帶有啲山楂味嘅番茄炒蛋。嗱，我估啦，嗰陣特別嘅酸甜味應該係嚟自山楂嘅，係平衡得好好啊呢一道餸。以往係冇人話聽，可能係好多酒店都唔會擺落去，譬如鴨腳包啊，或者而家紅三魚又要咁搞錯，燒你唔賣東星斑，你唔賣瓜子斑，唔賣老鼠包，你走去賣紅三魚咁成啊！咁我就想介紹一啲家庭式嘅餸，或者俾
客人啊，你嚟親呢個度都係可能食東星巴勝啊，可能或者佢好想食啲家庭式嘅菜式啊。但係亦都話，如果你成條上台嘅時候，有外國人士咁計，會食得比較麻煩啲啊，要骨啊，要剩啊，所以咁樣就係啊。所以我哋就諗到個起一骨去啊，起一骨去咁我就呢個煎咗之後就擺喺度啦，炒咗蛋啊，番茄照擺喺旁邊啦。咁另外加上一個淋汁嘅動作，咁可以同客人溝通一下，交流一下，就都好受歡迎嘅。同埋最主要就係話俾。想話俾我哋同事聽，或者話俾所有嘅做廚房或者客人聽啦，就話其實每一道餸，你只要細心做，用個精緻提升嘅細緻度，都係一個好嘅餸嚟嘅。最後就講埋個甜品啦，這個雲上無花果甘露，好好聽嘅名。嗱，佢唔係千篇一律嘅楊枝甘露，而係呢個無花果甘露，飲落係幾清新嘅，又唔會過甜咁款。而隔離嗰粒成粒花生嘅造型咧，其實係一個紅豆缽仔糕嚟嘅。咁呢個唔使多講啦，就係、是、一陣屬於兒時嘅嗰個懷舊味道啊。最後仲有一鋪殘局可以食。嗱，講開呢樣，我想做翻個統計、即係喺90年代或之後出世嗰啲人，其實識捉象棋係咪唔係咁常見嘅呢？因為如果喺我平時個圈子裏面咧，似乎好似冇乜第二個係識捉中國象棋或者國際象棋或者圍棋咁嘅款，但又有好多朋友係中意睇 The Queen's Gambit 咧，同埋中意睇麒麟王咁樣嘅喎。你哋嗰個圈子入面容唔容易揾到一個人同你捉棋嘅咧？純粹好奇問一下。咁講翻呢個甜品啊，呢只棋咧其實係嗰啲紫薯鳳梨酥啊。我之前食過最好食的鳳梨酥咧，應該是在台北的文化餅店嗰度買嘅。依家終於在香港的文化食到一個超越佢的味道了。好啦，咁食完餐飯咧，王師傅帶我哋入去參觀一下翻新過後的文化廳廚房。咁中菜廚房大家都睇我入過好幾個噶啦，唔同分工嘅企位，我估大家應該有大概嘅概念啦。即係例如話執馬師傅企邊啊，個砧板位又擺喺邊啊，仲有炒鍋師傅企位安排等等，點先可以令到出菜流程可以快靚正呢 part 咧？我就唔多講啦。而大環境你見到係好光猛嘅、明亮嘅，個走動空間應該係我見過廚房當中最充裕噶啦。反而呢個細節位，我想俾大家重點睇下，其實都反映到文化嘅標準有幾一絲不苟嘅地步啊！我舉個例子啦，呢度每個層架個底都裝咗燈嘅，仲有呢啲可以拉落嚟嘅燈，因為師傅好堅持喺出餐前咧要望清望楚碟餸嘅狀態係咪最理想，先去拎出去招呼客人嘅。咁另外仲有啦，呢度工作台面咧係無縫嘅喎，咁當然唔係一大塊十幾米長嘅鋼板咁運過嚟啦，而係嚟到之後再逐塊焊接埋一齊，之後再磨翻順滑啲，咁就唔會藏到垃圾同埋一啲千年污垢喺裏面啦。咁拎住呢一個同樣嘅諗法去設計嘅話，雖然啲腳線位你見到佢全部係浪高咗一級嘅，塊地板係弧形鐵邊咁樣斜上去，咁就唔怕踢咗啲垃圾落台底啦。平時清潔起嚟都可以好徹底。你唔好睇落以為好簡單嘅步驟啦，其實起地台咧，首先每個位要預得好準，又要藏埋啲水電位喺裏面先。而個台面高度係要一統一噶嘛，所以每個地台嘅高度係要因應廚房斜度嚟逐個調整，然後再喺表面做翻曬個瓦仔，係咪聽見覺得煩呢？仲有啲雪櫃每一格係分門別類 label 好曬嘅，連個冷房都內有乾坤。咁嗰啲食材放嗰啲好似喺圖書館會見到嗰啲活動架嘅上面，所以要存取定係要收納都好方便。佢分咗咁多個 partition 咧，嗰啲門啊可以逐格咁開嘅，好似出面嗰啲雪櫃咁嘅款，係可以好有系統咁去放嘢。一个储存量咁大嘅冷房，所以个温度监控咧就好紧要啦。佢所有冷藏设施都装晒 sensor， 除咗几位师傅喺个 app 度可以监察住有冇温度异常啲情况出现咧，另外仲有个专门嘅品质监控经理专门负责去睇嘅。一有异常就会即刻通知同事去处理好啲食材，等等等等，仲有好多嘅细节位，系会令我睇嗰次心谂就系、是，哇，使唔使啊？使唔使咁大阵仗，咁花功夫，仲有一样冇乜人会留意到嘅嘢咧咁样。所以細節決定高度咯，這個就是我見識完文化廳的廚房之後最大的感受。最後再來總結一下啦，其實好開心見到香港有咁多星級中菜，好肯耗費心神去鑽研點樣保留粵菜的精髓，就是去食翻嗰款食材的原味啊。嗱，原味唔系指单纯拎件食材去白灼之后嗰阵味啦，而系点样用其他食材嘅配搭，去将主角嘅味道特点去吹谷提升，去到一个新嘅层次。
咁你見到今餐其實好幾道都係幾家常便飯嘅風味啦，係睇落平凡啫，但食落一啲都唔平淡，亦都有幾道係幾乎被世人淡忘咗嘅菜式啦。所以我覺得，如果想要做到保持傳統而又不失創新咧，呢個真係既係一個冇終點可言嘅挑戰，亦都係一門無止境嘅學問啊！你要守住一啲坊間已經好少見嘅，即係例如話鍋渣啊、鴨腳包啊呢啲，但又要加翻啲創新嘅元素，令呢啲就嚟被遺忘嘅菜式，能夠用一個更加切合現代人嘅口味嗰個形式保存落嚟，俾我哋呢一代都仲感受到嗰個濒臨失傳嘅味道咧，就係呢一班大師傅所肩負起嘅責任啦。其实新派的中菜不代表要摒弃传统，我觉得新派的中菜更加应该要做到一个承前启后的效果。我自己作为一个文化忠实粉丝，今天有幸见识到这个精雕细琢的背后那个一丝不苟的一面。在见光的地方，它是气派典雅，韵味十足的，而在不见光的地方，它一样都无可挑剔。这就是一个屹立了几十年的顶尖品牌那份底气所在。话时话，做文化嘅会员 Fan of MO 唔止住酒店先有着数，依家仲有全新嘅餐饮礼遇可以享受到添。下面资讯栏有相关嘅链接，有兴趣可以去睇睇。好啦，咁啊，今条片嚟喺呢度啦，希望大家睇得开心。再次感谢文化东方酒店嘅邀请，俾我大开眼界，同埋太平洋餐饮设备喺厨房器材上嘅一啲资料补充。咁啊，中意呢条片嘅记得赞好、分享、留言同订阅我哋嘅频道啦，仲有 follow 我哋 Instagram 啊。我哋下条片再见。